女儿全部都被卡住，都不能结婚哦，所以这个邻居这个阿伯就非常的紧张啊，他生怕他的女儿嫁不出去，所以他就非常积极、非常努力的啊去帮忙物色对象。那找了一段时间哦，他终于找到了有3户人家愿意跟他的女儿结婚。 哦，愿意娶他的女儿，那后来啊，这个可是他虽然找到了结婚的对象，可是呢，他。